想把手机里的身份证照片拿去复印，我手机里明明就有照片，为什么复印不出来呀？是不是复印机坏掉了？恭喜你成功复印了一台手机。没有点女儿喜欢吃的披萨饼，现在她看起来不是很开心，感觉现在不说话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。你给我小心点，我发起脾气来连自己都害怕。同事问我为什么上洗手间总是带着一支笔，是不是要做笔记？我哪有你想的那么上镜啊，主要是那门锁坏了。圆珠笔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。在院子里捉到一只虫，结果他拿刀要跟我拼命，怎么啦？你们虫族是要统治地球了吗？虫哥，咱们凡事好商量，先把刀放下吧。哥，就是拍照的这个人欺负我，我好委屈，你一定要帮我出头，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放心吧，等他睡着之后，自然会让他得到报应的。主人别哭了，单身狗也没什么好伤心的，你看我都单身狗这么久的，不一样过得好好的。你们单身狗只能相互拥抱取暖了。女朋友不放心我的开车技术，说什么都不肯做，直到我给她配置了足够多的安全气囊后，她才勉强上了车。外置安全气囊，国际超六星安全标准。